梦想志第二届 GCU 全球华人新锐室内设计大赛评审特别奖，岩体行光，昆山科技大学空间设计系许哲瑜。一楼以中间的天井为主轴，开放穿透的空间感，共享私人以及公共场域。一楼商业的空间里充分利用折叠门，因为石墙而受到限制，建立完全通透的舒适感。我这次设计的主轴主要是在空间的虚空间的部分的处理，那我希望在虚空间的部分能让公司领域能利用中间这一块的虚空间，然后能达到一个平衡，借由虚空间然后能产生一种家的生活空间，然后凝聚更多家人的情感交流。我帮你照射下来之后，它这里会不会有比较舒服的空间？